到德国，我们还没有什么事情做，今天没有什么节目，到这边时间还很早，我也还回不到酒店。现在先跟叉 BB 还有宝他们出去吃东西，顺便带你们逛一下这边附近有什么东西，给你们看一下德国这边的风景啊。这个车站跟我之前在英国伦敦可以去往巴黎那个车站真的是很像哦。没有想到在德国这边他们的设计也是差不多，可能是欧盟国家的关系。现在看到这间是他们的星巴克、哦、在来到德国一定要拍一下德国香肠啊！我们叉 BB 在吃德国香肠，白富面包好快啊、哦！来评价一下，好吃，好吃哈！它是什么大概怎样的味道？跟台湾的比起来，比较咸。哦，跟台湾香肠比起来，这个比较咸，比较咸，对，可是好吃哦。哦，什么馅的啊？是猪肉的？猪肉，猪肉的，而且那个是热的、哦，虽然是在小吃摊，很热的。然后不然它掉下来。今天晚上我们全部创作者的 dinner 都在这边吃，来到超多超多了，给你们看。这边在场的全部都是 COC 的视频创作者，直接都包场不够做了。